是我们的更新田的橄榄氨基酸补水沐浴乳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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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就是这一瓶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一瓶呢，就是更新田系列的。古堡有一个更新田系列，更新田系列，如果你有用过的话呢，它基本上里面所有100%的商品都是98%以上的大自然成分，然后古堡的商品基本上都是不使用动物实验，然后都是对环境友善，特别是更新田系列又更是了。然后为什么说它非常的丢席呢？来，如果你家中有长辈，或是你自己本身，只要这种换季啊，就是会容易敏感的。或者是你家中有小朋友也是敏感肌的，就是有时候特别是这种天气比较寒冷，然后你洗完热水出来，你就会突然觉得很痒，然后或者是这边有红红的一大一大一大，有没有，就表示其实你的皮肤现在是非常敏感跟脆弱的，就非常适合用这一瓶。这一瓶是更新田的橄榄氨基酸的补水沐浴。然后呢，刚刚有介绍过了，在这种天气啦，就是天气的变化很大，特别是在秋冬的这个季节，虽然现在不太像冬天，但是就是因为时而热时而冷时而潮湿，其实我们的皮肤呢，如果平常是对没有保养好的话，其实它这个时候特别容易会出状况。如果你是那种我刚刚讲洗完澡的时候特别会明显，就是可能起一些红疹子，然后红红的几大几大，会觉得痒的，或者是呢你有一些很像那种一粒一粒的东西在身上，然后或者是很容易有干血，都表示其实你的皮肤现在状况是非常需要你照顾的。那这是适合任何肤质的一款橄榄氨基酸的补水沐浴乳，所以今天特别在今天 live 直播的第一天分享给大家。因为大家都知道古堡的东西 CP 值很高，然后之前最近一次呢分享那种优惠给大家，就是好像上一次在脸书吧，对，也是更新田系列的精油喷雾，那个时候我个人就是傻，我下直播之后下标，结果就都没了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，因为更新田系列是我很喜欢古堡的其中一个系列。如果你是很爱护大自然，然后你也很希望我们人类使用的商品不要对于环境、对于动物造成更多的伤害的话，古堡跟更新田系列是非常推荐给大家。